兽的代表。喂，乱讲！你这句话怎么会从你嘴里说出来呢？啊、真的吗？为什么？你这个苏珊大神。一开场他就给我那么的活泼，对对对，今天给大家送什么？今天带来 special 介绍给我们大家，真的，我跟齐慧带来一个很不得了的东西，真的。我要来介绍这个呢，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舞蹈，不只是厉害，齐慧也很会跳，是出神入化。他们是2011台北的高中民俗舞蹈亚军，他们还是学校特殊才艺的市长奖，哎呦。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武林高手，我刚听我听说你在讲几遍吧？武林高手，哎呦，武林高手，听起来好像还蛮厉害的，真的，而且个个身轻如燕，感觉有轻功，那么厉害，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？好，欢迎我们的舞蹈精灵家庭。不错，马上先来看看，哎呦，来看看，刚刚你一直在怀疑我们，对不对？口说无凭嘛，毕业生市长奖，这是市长奖，然后这个是台北市100学年度学生舞蹈比赛高中职个人组的优等第二名，哎呦，非常厉害，哎呦，对，这个是弟弟的毕业生市长奖，还有。99全年度全国学生舞蹈比赛个人现代舞优等，哎呦，他们都是兄弟姐妹，对，都兄弟，真的是一个家族来着，真的。而且阿盘，我跟你讲一件事，我们要让妈妈来讲一下，妈妈，她是妈妈，妈妈以为是姐姐，我以为是姐姐，这么年轻哎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那么年轻的，家里面的小朋友全部都学舞蹈，是。我有四个孩子，四个，两个学舞蹈，其他两个学什么？四个都学舞蹈，请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家只有一个男生吗？弟弟吗？我们家有三个男孩子，有三个男孩子，那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，就是跳吗？算是，讲的有点心虚了，半逼迫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里有一个证人保护的条例，没错，你放心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过来我这边。妈妈当初是怎么说服你去练舞蹈？一开始是强迫，这不好回答是不是？妈妈当初是怎么强迫你穿这身衣服的？妈妈叫你去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说要找借口跟妈妈说不想学？有，因为五一。因为这一身，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因为五一。不一样。你要定量变，妈妈不让你定。还是那种芭蕾舞是贴的那一种，对，很贴的肉胎那种紧身衣，肉胎很害羞哎，哦耶，很害羞哎。好，因为曾经服装，但想有抗拒过，但是后来还是坚持下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的光说不练假把戏，是的，对，要来看他们表演，赶快让观众朋友来比胖起来。好，马上欣赏两位的舞蹈，藏族的舞蹈。是的，我们渔夫带来西藏舞叫做新鼓，他手上拿的是惹巴鼓，是专门在西藏街头艺人使用的乐器，江湖卖艺用的哦。哎呦，敲起来，他是真的有声音的。挥动。这个舞蹈很豪迈哦！对啊，我这个很多人一起跳就壮观了，真的，他听着整个士气都起来了。哇！直接带来的是蒙古的舞蹈，接下来呢？哇！接下来弟弟带来这段蒙古舞呢，就叫东归的雄鹰。哦，鹰对他们蒙古人来讲就是英雄，勇士的象征。所以哥哥弟弟是勇士。对，而且这段舞马呢，是说一个蒙古的少年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出征了，但不幸战败，结果回乡。
哎呦，他就像一个勇士。哎呦，这么多圈上还不晕，不会晕呐，好厉害。对，哇！哦，这是鼓励鼓励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哎呀，好辛苦哦！好厉害哦！弟弟很晕吗？很晕吗？哎，我刚算一下，他转了至少二十圈哎！基本上他们两位的舞蹈都运用很多跳跃与旋转的动作。对，是是是。弟弟最后那个旋转，那是旋转到了不知道哪一国家去了。对，你看弟弟这样子转很帅，对不对？我想如果艾辰来转的话，一定也很帅，好吧？掌声鼓励鼓励！今天你不 Q 我，我也要试试看啊，因为我很想试。那我们先请弟弟示范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这样才可以选择画面保留啊，留弟弟的。有什么诀窍吗？一只脚就留在原地，另外一只脚转的时候，原地的这只脚就不要动。你们看弟弟做一次，应该就知道了。哦，有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了，觉得我们看的人都很晕的，有风哎，对，这不错，好了，我来。艾辰为了保住武王地位，现场火力全开，和对手。就留在原地，另外一只脚转的时候，原地的这只脚就不要动。你们看弟弟做一次，应该就知道了。哦，有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了，觉得我们看的人都很晕的，有风哎，对，这不错，好了，我来。去哪里？人家都原地，好不好？对，而且弟弟脚有悬空嘞。现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转到这边，一定觉得你怎么那么滑稽？起来了，吴棍怎么了？你假摔你啊，好晕哦，很晕。当你很晕的时候，要蹲下哦，蹲下比较安全呐。蹲下，人如果直接打下去撞到头就很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刚看你们很多跳跃的动作，对，我想身体的这个体重保持很重要，对，你才能跳得起来嘛。对啊，有没有什么限制？每个老师都有不一样。一般来讲，学舞蹈的都不能太胖，所以很多的老师都会在上课前呢，就先量一下体重。好严格。好，如果我就是喜欢吃嘛，啊，我如果量体重我超过，那怎么样呢？那老师就会请你在那边打节奏。像我们姐姐就是比较爱吃的，哎，所以她就经常会在旁边打节奏。这样子会被罚站。那这样子，他们两个只要一踏出家门口，就要被警察抓走。你少讲一点，还有甜甜这样讲话的。好啦，我告诉你，你们没有发现有个人不见了吗？对，我的同乡呢？真的哎，对，好，我请我们的秦慧出场。哎呦，哎呀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的惹巴虎哦。来，秦慧这边，请。哎呦，大家好。哎，秦慧的样子很适合跳这个舞蹈，很像那种蒙古勇士，有没有？我们问一下妈妈好了。其实，妈，其实惹巴虎是真的很不容易，在藏族舞蹈里面，惹巴虎是最难的一种，最难的一种舞蹈。惹巴虎。那藏族舞又是我们民间舞蹈里面最难的一种舞种。而且女生腰还蛮软的。对，然后它最难的是耍这个。鼓，对对，它有手势的，因为鼓很重，对。手势什么？它其实是这样子，放松这样子，然后它要转一圈起来之后，带一个腰身，哇，哎呦，顺着那个力量，哎呦，电影《十面埋伏》。如果没有在练的人，他的手腕会非常容易会受伤。真的，既然这齐慧衣服也换好了，对不对？我想是不是来姐姐先示范来一段？齐慧，我们来试着来跳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试一下。齐慧也是，齐慧舞蹈科，对啊，可以吧？哎呦，马上就跟上了我们齐慧，感觉他们是同一个班上的。哎呦，我觉得齐慧不错哎。而且齐慧的样子很适合跳这齐慧的那个段，这个舞蹈哎，好帅！哇，妈妈，齐慧是不错，对不对？齐慧不错哎，他几乎动作几乎快一模一样了，跟得上哎哈！而且他那个转的好漂亮，真的不愧是科班出身，其实很难哎。哎呦，掌声鼓励，有底子啊！对，感谢掌声鼓励，谢谢三位啊，妈妈带着他们两位宝贝来这边，舞蹈精灵，我们先请他们先休息一会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
蹈这个家族非常的优异，没错，对，完蛋了，接下来是甜甜压力大了，甜甜压力大了，我只能说他们真的来势汹汹，可是输人不输阵，第一个听到你们就会吓到，好厉害，他们是夜市第一神射手，哦，他是称霸，夜市很多哎，我跟你讲，而且他们里面的队员呐、啊，有一个长得非常的像林俊杰哦，林俊杰，而且啊。你这么有没有乡音啊？超帅，而且他是180几公分的林俊杰。哦，来来，这里来，下面队伍来先欢迎杰，就是我们的求神家庭。哇，帅气！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好帅！哎呦，求神家族哈，都是一家人都在打篮球的意思啊。哇，哎呦，好高哦！哇，哎呦，爸爸好帅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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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好。我们是求神家庭，欢迎欢迎欢迎！求神家庭，求神阿力伯盖小姐的店哦，我来盖小姐的哈，来奶店哈，一看就知道这个一定是186公分的宇翔，像不像山寨版的林俊杰？这是像林俊杰，而且你知道他是他们学校的校草，对啊，这么帅，风云人物哇！我只要给你介绍篮球这个家族，你重点你坑个伊啊！我刚刚你想要本人，你到底是你下本意的？你现在刚刚可能也表白哦。然后妈妈哦，我跟你讲，熊厉害耶，熊厉害，熊厉害的是咱妈妈，咱妈妈得到无数个第一名。爸爸真的通常人家爸爸是一家之主，可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爸爸输给妈妈，妈妈成绩比爸爸好哦，对，所以你也一直跟爸爸没有什么好介绍，也不是，因为其实他们有分哦，红衣服的呢两个算是冠军，然后蓝衣服的呢就是第二名，哦，第二名，所以我们的妈妈才是我们真正的球神，就对了，真的球神，因为我们一整个家族有没有都热爱篮球啦，对，而且得过很多的奖杯，口说无凭，我来看一下他们奖杯好不好？篮球很好，哎哎，玩篮球机还可以玩到有奖杯的，对啊，奖杯比歌唱比赛还大，来来来来，我走过来，哎呦，新世纪杯街头篮球机全国邀请赛女子组第一名，哎呦。这个不要看它小小的，这个更厉害哦！真的，两岸三地城市英雄杯街头篮球邀请赛之台湾区选拔赛男子组冠军。对，我们这桌上这放的都是真真实实的第一名，没错。这个奖杯非常的特别，这是谁拿到的？啊，哎呦，妈妈拿到的。打投篮球投得那么厉害哈，安妮娜不还可以珠彩鞋，那投篮球那么厉害，对，兴趣啦，很兴趣啦，那鞋那这这里啊那样。这是因为哈，我国高中都是篮球校队，对，然后10年前呢，我就带儿子去逛百货公司啊，然后就看到篮球机啊，然后就上去投了，哎呦，没想到一投。然后就都投冠军啦！哎呦哎呦，哇，这么谦虚，投一投就被球神啦！10年前，哇，人家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，那成功的女人背后，爸爸，爸爸，那个去买菜，买个那个投篮，你啊那个你也懂的吗？每天7点半就出去，那7点半出去以后就没饭吃。爸爸，妈妈有什么话要说？没有了，其实不要生气嘛。我去比赛拿冠军，然后还可以拿钱回来，加赛金啊。对吧？爸爸苦笑，你有跟爸爸？他们两个也好苦啊。爸爸心里在想说，我被爱是一顿暗灯，我不是被爱练奖金回来，奖金那个是小事情，我们对不对？爸爸心里这个意思，赢了奖金回来，我就不生气了。喂。其实还是要有互相对，还是要。爸爸最后说实在，你最后真的妥协的点是为什么？因为有赢奖金回来。哦，所以爸爸才开始投啦，因为爸爸现在好像就跟着妈妈一起投。跟那里大家竟然都这样讲了那么多，也没有看到投篮不行。验收来验收，眼见为凭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带投篮的绝活来给大家看看？当然，我们刚刚说我们多重视这个节目，所以呢，我们特别去把那个投篮机搬到现场，现场体验。对，亚奇的一块也给搬过来，对，就多拿一种。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想不想看我们现场投篮球机给你看啊？想，现场看啊！想。
现在要开始投篮的练习赛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在这边先请问一下，你们曾经拿过几分？平常最高分？我最高可以拿700，快800分。哎呦，爆掉了！对，200多就很厉害了耶，700多分，很难的，那真的很难的。儿子嘞，我可以866。篮球机看到他们有没有？他们是没有长脚，对啊，不然自己搬起来，你要洗了照样洗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先请妈妈，对不对？跟第一关，好，第一关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让我们大开眼界，对。好，投篮开始。好，现在哇，好准哦！6分、8分、10分、12分。14分、16分、18分，好，现在来到24分，哇，非常的快速，28、30，比秒速还快哎，34分、38分，哎呦哎呦，40、42、44，其实他有50秒，他有52分，他有50秒啊，他前面58分，他前面的30秒，60分的，紧接着来到了第二关，儿子现在已经登场了，随着时间。篮球妈妈与儿子的合作，妈妈跟儿子好有默契，对，好像在灌米肠哦。哎呦，这个真是叹为观止啊！哈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哎呦，867分！我们嘴巴跟不上，篮球机器，篮球血滴子，他的那个速投篮的速度，出手的命中率啊，命中率，我看那个 NBA 的球探来哦，可能现在已经吓跑了，已经把你挖走了，太厉害了，随便投也创下了867分的命中率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妈妈还有一个绝活，哎呦，什么想出来你们会吓死？这样子已经够精彩，但还有更精彩的，当然啦，秘密武器啊，哎呦，我们今天的秘密武器就是。超级神射手让您大开眼界，挑战超高难度之不可能的任务。我们今天的秘密武器就是蒙眼。蒙眼，妈妈说她会蒙眼投篮。会蒙眼投篮。妈妈要蒙眼投篮。我跟你讲，妈妈她没事去比赛，怎么可能会蒙眼投篮？对不对？妈妈为什么？妈妈是贴心我们小甜甜。要跟我比啊？对不对？阿伯，你给他篮球别撞上。哎，我篮球达人呢。真的。好，那今天跟妈妈 PK 一下。好。但我想妈妈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。真的。对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妈妈就蒙眼了。好的。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先让我们小甜甜先好了啦。好，厉害的先。因为妈妈的手应该。他会酸吧？很有本钱。好，小甜甜真的假的？投篮，他应该连。开始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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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哦！哎呦，还蛮厉害。哎，卡蛋卡蛋卡蛋，不错。现在有8分，加油，甜甜。好，10分了。12分了，哎呦，还不错哎，还不错哦。哎，哎，波几？通常篮球界基本扣打是要50分了，在第一关，看小甜甜能不能再轻一点啊，甜甜。太用力，加油，甜甜。40分，倒数5秒，5秒你能破50，我现在跟你接吻。一，哎呀，就是摆明的嘛。最后我们的分数是在31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有是我平常的水准，真的。我刚才说，如果剩下5秒钟，你可以50分，我就让你跟他抱一下接吻。结果你几分？哦，31，好险，你没事。叹了一口气啊，放心，莫大喜，莫大喜。你让他紧张了一下。你说你写的传奇啊。我最高也可以投到100多分呢。甜甜31分算不错了，对，算不错了。因为而且妈妈要蒙眼，怎么要赢我有点难哦。哎呦，不一定哦。对对对啊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如果妈妈蒙眼输，对不对？我就嫁过去。妈妈，喂，什么嫁过去？这是处罚。你就要呢？你起来停呢？我看到你。好了哦，好来，那妈妈蒙眼呐，对不对？妈妈，我来讲，我要给你拿，你输伊，我给伊啊。不要玩那么大，好吧，你就全部走歪了。到底是我们魔马就快点接号。妈妈加油！哇，蒙眼呢？好，开始。很好，很好。OK，OK，OK， 这个弹道 OK， 这个弹道 OK， 就是这样子。没错，没错，就是变化。太厉害，就是这样。20分，20，就是这个样子。26，28，30分。哇！不用看了，现在已经来到40分了，42、44、46、48，太好了，50分，已经过了第一关了。妈妈有没有蒙眼？都是没错，已经过了第一关了。哎呦，现在已经62分、64分、66分，快破百吧！妈妈太厉害了，88分、90分，哎，马上就要破100分大关了，几乎零失误哎，零失误，好，破一百零一了，104。为什么妈妈都会卡到球啊？13秒，12，往右一点点，10。9、8、
七六五四三二一。49分，各位电视前观众，这我这毋庸置疑啊，好不好？但你们的眼睛也亲眼的看到，我们给妈妈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同样的，我们这个舞蹈经理的今天表现的也很棒，也很棒。好，我们也请他们现在到我们的这个场中央来，欢迎舞蹈经理。好，今天这两个队伍的表现都非常的优异，非常优异。我们本单位呢，是不是要试出一点诚意？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我们这么辛苦，对，我们对不对？来进行这个好礼四选一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出来啦。没错，这次跟上次一样，只是多了一个盒子，但是里面只有一个5000块，剩下都是1000块，好不好运就要看跟他们自己咯。好，现在呢，请两个家族各派出一位代表。好，两位都派出来了，那请两位请彩拳，剪刀石头布，布布哦，哎呦，妈妈获胜哈！哇，所以妈妈可以先选。那么我们要先请问一下妈妈了，妈妈，你要先选还是让她先选？弟弟说要写那个金元宝啦。哦，弟弟说先选。好，弟弟说元宝，元宝啊，招财进宝。对，所以你们决定要先选。是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妹妹你要哪一个？我要三号。好，小盒子，爱心小盒子。好，阿贝，我看多阿罗。不要，不要。哎，你们这四个里面，你最不喜欢哪一个？你觉得是最小奖？最不喜欢这个？道远摸的那个。锦盒。啊，你呢？元宝。元宝，哇！好礼交代先生，你不会亏空吗？哪天想？好了，我那个亏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什么拿出来了？哎呦，1000块，很紧张哦。刚才这开了1000块，表示三个里面有一个是5000，对，好不好？我先开这个也没人要，我要是5000，这个也没有人要。没有，我可给你炸的。对呀，不要5000，不要5000。哎。机会越来越大喽！好，两个不要的都是1000块钱，是错，表示元宝跟爱心里面有一个是5000，有一个是1000，好不好？来来，我来讲。好，这里跑，你跑，你卖亏，你是卖亏哦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卖亏哦。你是卖亏，你是太光芒了。它里面就是5000块。啊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小盒子。数到三，你敢给亏啦？来，这有一个是大奖哦，不管钱的多寡，都代表我们对你们的心意，好不好？好紧张哦。一。三，请看！啊！妈妈跳个！送给观众，好厉害哦！哇！5000块钱，好好，我们的妈妈拿到5000块钱，那是没关系，我们这边有1000块钱，我们的一点点心意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请阿庞给我们的红包。对对对对对，来，来，好，来来来来来。恭喜我们的舞蹈经理获得1000元，恭喜啦！求神家庭获得5000元，好了，这是红包是我们节目一点的心意啦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今天这两个家族给电视前面观众朋友带来非常多的欢乐，没错。而且两队表现得非常的棒哦，是的。希望在未来以后，我们还有机会呢，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上节目，跟大家一起同乐。谢谢小甜甜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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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辛苦了。记得周一晚上7点半到8点收看我们的。心理进行曲。